瑶池金母降凡尘，普渡寿缘能解脱，真经内容修定慧，智慧大开方解脱，苦海无边速回头，找回本心当开悟。依照真经修缘时，经中教导诸次第，依教奉行老实修，破除五蕴除六贼，身心大定智慧开，大彻大悟水母意，究竟解脱返瑶池。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讲经，我是讲经人郑正威老师。今天要讲的经的题目是瑶池金母普渡寿缘定慧解脱真经，将经中的内容一细细跟大家细说分明。生住异灭等四相，显示诸法生灭变迁之生住异灭等四相。一切有为法呢，均为无常的。由于因为因缘力的关系，从未来位生至现在位，然后瞬间就灭，成为过去位。这种成为过去位的现象啊，称为落现、现灭。此生灭变迁的有为法，流转为未来、现在、过去等三世中。生又做生相，这有为法的从未来位啊，甚至现在位。住呢，又做住相，即是有为法呢安住于现在位。意呢，又做意相，就是有为法呢与现在位的变异衰败呢，就是老了。灭又做灭相，就是有为法从现在位灭转至过去位，就是生老病死的意思。经文自在观音观自在，婆心度尽众生痴，亲奉瑶池金母普渡寿缘定慧解脱真经一旨。我们解说一下，如今呢已经开悟而有成就的普罗天下大众啊，自在观音的圣位上，所以时时啊都可以起观照大千世界的诸众生，能够以一支杨柳洒进众生的染垢与愚痴，使得普罗天下的大众都能够明心见性而开悟呢。这观世音菩萨可以讲经说法的普口婆心，度尽一切有缘的众生，使他皆能离苦得乐。在这个时候呢，会恭敬地尊奉瑶池金母之命，前来颁布瑶池金母普渡寿缘定慧解脱真经的意旨。经文呢，切此三期普渡东林，寿缘灵性度尽乾坤。啊，我们说明一下，仔细观察呢，这龙华科技的三期末世。这个时期就是复古收缘的时候，然后要普渡东方娑婆世界的一切苦难的众生，皆能够圆满回归母娘安全。那么希望早日能够将所有的九二禅灵一一能够度转回归理天，因为龙华科期两期度尽四万的元灵，而如今仍然剩下九二的禅灵，所以开始三期来接引所有的苦难的众生能回转瑶池，以免再受轮回的苦难。由于这末世的众生的德行的败坏，造诸诸的业力，妄想执着，颠倒梦想，难寻回本心呢，无法开悟而沉沦。所以要度化末世的众生，第一就要先找回本来具足的自心，就是佛心。所以当明心见性，找回本心呢，自然开悟啊，灵性自在，而能够归回瑶池金母安全。目前呢，道家所说的第一期为清阳时期，佛家呢是说的是成劫。道家说的第二期是弘扬时期，佛家说的是住劫。道家说的第三期呢是白羊时期，佛家说的是坏劫。
经文，盖知世道，远古一千，人心献力，多是心田。心田是什么？心田就是我们第八二力夜市最清净、没有受污染的本来的种子，也就是我们本来的真心佛性。所以自远古至今，我们普罗天下的大众，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失去我们本来清净的真心。所以自古至今，人们失去了第八的心田的阿赖耶识，因而成为第七摩那识。这第七摩那识是什么？就是一切业力的根源。由这业力的根源造就了我们在成就不断的流转轮回。因此我们修行的时候需要七转八识，使第七摩那识能够回转到第八阿赖耶识，恢复原本清净的种子，自然就明心见性。轮回无息，祸难惨缠，人皆佛性，无以回天，谁知性命修养周全，说此定会解脱未先。摩娘说，我们原本清净的真心的佛性早已流失了，而我们时常起心动念呢，造诸的诸多的业力纠缠不已，使我们沉沦在五浊恶世的当中。所以从此业缘的弯流，成就我们再度受生的原动力，使此原动力呢，而不断的来轮回在四生六道的当中，受无穷尽的苦难。苦难的境界是惨绝人寰，痛苦纠缠，永无尽期。但是人人本具的佛性呢，因为六臂妄心的影响而蒙蔽了我们本来的真心，就是佛性。所以迷失了佛性而迷在当下，无法觉悟，再回归理天。性命双修，几人能知啊？性是不变的本体，本来就具足的性质，不必改变的。原本第八阿赖耶识是非常清净的，命是不受束缚的命，就啊，即是要需要解脱的。只要寻找回来本来具足的佛性呢，使它不再受束缚，而轻松自在，得以解脱，就是性命双修。能够圆满修持性命者，就能解脱束缚而得以解脱。所以知道解脱呢，当以修定为准则，使我们的身心安定，不再攀缘而不起散乱，就可以进而入禅的境界，而能得到究竟解脱的境界。能够进入禅定之后呢，善智慧就能够具足，不再受外界因缘起灭的影响。所以五根六尘不再起攀缘互染，所以六识妄性就不会再起心动念，而起造作生诸多业力。那身心大定之后，善智慧就具足，所以解脱非难，难在身心大定。如果具有善智慧，就能够明心见性，找回本心，定能解脱，究竟涅槃。所以先要详说定慧解脱后，众生才具有善智慧觉悟的能力，如何的修持。经文，禅语传经，慈航念千泉，西般一卷，复列七篇，神人效命，梯梯千千，书成传世，福德绵绵，庆在呜呼。一纸宣读已毕，神人稽首谢恩。啊，来说明一下，母娘的侍女董双成仙姑供奉瑶池金母之命，前来供传本经的内容。这经中的慈航大士为救度迷航的众生，信奉瑶池金母的懿旨来颁布这本经典一卷，流传后世，普度众生，而成就收缘的大业。一卷中又附列七篇，
希望呢，神佛与众生共同护持效命，广为宣传这篇《母娘真经》来度化众生，以战战兢兢的心情，心存警惕，庄严肃穆。此经书完成之后啊，来颁布后世，依照此经典，啊，老实真修，自己修行。若持此经读诵或为人解说，就可得福无量无边。当此一直宣读已毕，神人皆应以最虔诚的恭敬心，叩首礼谢瑶池金母的恩泽，炉香赞：杨枝净水洒遍三千，性空八德立人天，福寿广正言，灭罪消迁，火焰化逢莲。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要三拜。观自在菩萨手持一支杨柳枝，以甘露瓶中的法水，来洒尽三千大千世界普罗大众的一切的罪业，使得普罗大众一切的罪业得以恢复清净心，法身清净，找回本心，使得法身清净而不染污呢，当可出离苦海而能解脱。净水能够除净一切的尘垢，使得我们的众生再获清净的身。佛之净土有八功德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所谓八等种功德水，是澄净、清冷、甘美、清软、润泽、安和、除饥渴、长养诸根，是为八功德水。此八功德法水洗净普罗天下大众的法身之后，可以征服天兽，灭度一切罪恶，地狱之火立刻化作朵朵的红莲，接引普罗天下大众脱离地狱苦海，记住众生是脱离地狱苦海的苦难，得以超生离苦得乐。经文：炉香乍热，法界萌心，诸佛海会徐霄文，随处皆祥云，随处放音，诸佛现金身，南无祥云盖菩萨摩诃萨，三拜。炉是道家炼丹的器具，是这么一个炉。香是芳醇之气，炼出来的香是非常的芳香。解脱呢，是炉中的香气萧萧地升起，直达苍天，熏满三千大千世界，使三千大千世界的普罗众生皆能受到熏染加持，脱离苦海。所以诸佛得以参加此次瑶池金母所宣说的经真经的盛会，得以随处啊都可以听闻到瑶池金母慈悲度众的经文的功德力的加持。诸佛随处能接下祥瑞之云，使众生得以炼丹纯清得度。修行者若以真诚心礼敬诸佛，这诸佛智慧显现金心金身以对，其实修行者更加产生实信心，加紧修持，开悟得度来解脱。净坛赞：清净之水日月花开，杨柳枝头洒尘埃，一滴净玄坛除秽除殃，消灾降吉祥，清泉龙变化净成大天尊，三拜。煮水称之为吃，清净之水称为秽，所以日月呢比喻说圣贤。所以众生若能够以清净之水来洒净法身，明心见性呢，恢复本来的真面目，就是找回本心的佛心，就如圣贤一样，
一片花海盛宽的好景象。再以一枝杨柳枝洒进一盏无尘埃的普罗天下大众众生，使众生皆能除去六臂妄心，破迷开悟，而能觉悟正果。以净瓶的净水洒进染污的三千大世千世界的众生，就可以除去众生的一切污垢尘埃，灭罪消遣诸多灾难，一一啊消除，吉祥降临，普度众生。净口神咒呢，丹珠口神除秽除土秽除分，蛇神正轮通命养神，罗千齿神雀穴未真，喉神虎奔，气神引经，心神丹元令我通真，气神炼意，道气长存，急急如律令。我们道家呢，就以人生呢分为内跟外，用术语啊来命其内心真正的之名。分是胸会之气，吐是由口中吐出腹中的晦气，纳是由鼻吸入纯净的气。这道家词典呢，这人生之神呢有64位，来对应易经的64卦的数。人在受胎之初呢，先接乌极，从乌极再生太极，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行再生八卦，八卦呢再化为64卦，来互相对照。周身百体是由一本而三万株，顺生繁之道啊。所以从万株呢，再归64卦，这是易经上按照易经64卦所讲，从64卦总归64观。由64观总归八卦，由八卦归四象，由四象总归两仪，由两仪总归太极，由太极返回乌极，这就是万株归回一本，啊，返本一株归回，逆生顺之道，所以顺逆，啊，蛇神呢能够发誓，说蛇根之触相应，蛇是啊。即发而感知啊，五味之不同，例如有酸甜苦辣咸等五味的分别，那么五味调和呢，就神不乱而能自养。罗千齿神却未学真，我们在禅境之时需先叩齿36次，所以由舌向上叩齿，使心神集中而不散乱，先能入定，定后而能静，才能够入禅定。长行而不间顿，又能够使牙齿坚固。行之长久不歇呢，这身心可以光明发光，鬼魅不敢近身。喉神虎奔，气神引经，心神丹元令我必通真。思神炼意，气神长存，急急如律令。来说明一下这个经文啊，喉神气啊要顺，自然可以生精顺气，还气入丹，就能上下流通，长养活泼，能精气神足，浩然正气，天地同存。如此积极的奉行不懈，这心口一顺，精气神足，自然都能够圆圆满满。静心神咒，太上谈心，应化物停，驱邪伏魅，保命护身，智慧明镜，心无安宁，三魂永固，破屋上请，急急如律令。这个咒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太上谈心呢，就说在天说三台，上台主寿，中台主子，下台主财。人生有三魂，生魂主寿，灵魂主子，绝魂主财。所以生魂强壮呢，
寿元就高啊，人就能长寿，灵魂清明啊，子女贤能啊，就能孝顺，学魂妩媚啊，自然呢、啊，精气神足，智慧大开呀、啊，做事圆满呢、啊，能够财源滚滚，所以三魂离合永不停息、啊，故曰太上谈心，应化无停。在天院三台，就是上台主寿，中台主子，下台主财。上台呢就是生魂，中台呢就是灵魂，下台呢就是绝魂。所以人生这三魂，生魂主寿呢，是生魂要强壮，人的寿命呢就能够高。灵魂主子啊，灵魂清明呢，子女贤能啊，啊，阖家平安，万元大吉呀、啊。绝魂主财呀、啊，你绝魂妩媚，财源滚滚，自然圆满呢、啊。净身神咒，灵宝天尊安慰身形，弟子魂魄五脏玄冥，青龙白虎对仗纷纭，朱雀玄武是为我真，急急如律令。这个咒语呢，就是吕纯阳祖师说的。中阳无极主，五元为元气，就名为灵宝。魂是属木，具五脏的肝脏，也就为元性。木能生火，故说性动能生乱，所以虚火上升啊，所以肝火就旺。所以心呢加乱，虚火就生，虚火上升而神就乱。那神志不清，说所作所为呢，一切的啊皆非呀、啊。魄属金，具五脏的肺，要元情。金能生水，故情动而肾摇。说肾水不足，精气神就虚。肾摇，水生而下为浊精，所以灵宝在五行之具中，运行四象，四象就是东南西北呀、啊。顺则生凡，逆则成圣。如今呢，运四象逆行呢，四行逆，外在身形得以安稳，故无碍啊。五脏啊，能够安者，静之极，位于安。所以安慰身形啊，就是外在的身形要安定，不攀援外在一切的因缘、名利等。不产生的爱欲、贪爱等的诱惑，使身心达到极其安稳的境界，就是安慰身形啊，破除一切的爱欲妄想、颠倒的梦想的等的原因，使妄心不起，真心安住，如如不动，烦恼不生，除去一切利诱。五脏玄冥，内五脏不为内五脏的怒、恨、冤、恼、烦来所生，而达到净觉的境界。内心无染污，就为净；对境不迷，就为觉悟。若修行者达到这境界，就可发出自行的灵光。所以曰：灵宝天尊安慰身形，弟子魂魄。五脏之玄冥，内五毒：怒、恨、冤、恼、烦。说木呢，如果不服别人的指导，就容易产生怒气，怒气就会伤肝。火性者，若为虚荣的面子，火大就会恨人。恨人就会伤心，因为所求不得而苦，就火大，所以你的心脏会受伤。土，心量狭窄的就会怨别人，无法包容别人，所以我们人要有大爱、大气、包容，而怨人就会伤脾脏。金呢，对人喜好计较而虚伪。笑在脸上呢，而内心不悦，
是双面人，人前人后两面人，因而苦恼在心里就会伤到肺，水性的喜好烦人，烦人就会伤肾，要常自反省，察觉自身有毛病问题，要赶快去除。所以金木水火土，啊，五行要顺，所以木对肝，火对心，土对脾脏，金对肺，水对肾，肾就是恼人，啊，肺就会心烦伤肺，啊，脾脏就是冤人伤脾，心脏你火大常常发火，心脏会伤，肝脏常常动怒，把肝脏受伤，所以内五毒要非常的小心啊，不要伤。请问青龙白虎对仗分晕，龙啊，五行属木，是青色，所以要青龙，东方叫青龙。虎五行属金，金色白，月白虎，是南方。性五行为木，其性静，而无爱欲，啊。情五行为金，其性为动，而能有欲。青龙东方，白虎是西方，啊。人初学道的时候，当先要调伏之心，使心能够安定清静。心能安静清静，不再乱，就对外不起攀缘，而不会产生爱欲的心。少了爱欲，减少，你就会心安理得，不会起心动念，啊。如果爱欲增多，烦恼就增多。说性跟情互换不齐，心就起伏不定。心浮则气躁，心平则气顺。如此的形容内心起伏不定的状况，就叫做对仗分晕呢。朱雀玄武，是谓我真，寂寂如律令。朱雀是二十八星星宿中的南方七宿，在人生中为七神，而元神为七神之主。神是属火，同心神之火，若一起念动心，虚火就会上升，心神会散烂，那么肝火太旺，直冲三花聚在脑上，人就会糊里糊涂。金属水，同身之肾水，身一动，这水向下流，化为浊精。心若不动，心平和气水气和，心火就降，元神能守本位。朱雀玄武是为保我身体的真气，所以精气神足，元神光彩，身体强健，有如侍卫在护体一般，故曰朱雀玄武是为我真。朱雀是南方七宿，玄武是北方七宿。静三业神州，身中诸内静三万六千神，动作履行常，前接并后悦。愿我身自在，常住三宝中，当欲结坏时，我身常不灭。诵此真文时，身心口业皆清净，寂寂如律令。这咒的意思说，三业是指我们的身口意三业，由于身口意所引起来的诸多的恶意，三业不消，由此业力之故，我们会堕入无间地狱，受无穷尽之苦难。所谓身业是主由身所作及无作之业，有善有恶，若杀生不予取，欲邪行等为身的恶业，若不杀不盗不淫
就为生着善业。口业做又做语业，指口所做的污浊之业，有善有恶，有妄语、离间、恶语、欺语等恶口业。若不妄语、不两舌、不恶语、不欺语等，则为善口业。意业是指意念所起的业，有善有恶。若贪欲、嗔恚、邪见等为意的恶业，若不贪、不嗔、不邪，则为善的意业。此外，有非善、非恶、无感果之力的污迹身口意善业。身中诸内境36000神，我们体内的五脏六腑，诸神安住在护身，看起来好像有36000神在我们身中一一的护持。五脏六腑的调和，身心的自在，上下的流通，常养活泼元神光彩，精气神足，身口意业都清净，自性真如在彰显，当可修成圣境界啊！动作旅行长，前结并后业，业有两种：隐业与满业。我们在六趣里面各有总别之二报，如人趣中，也就是说，人趣就是人间道啊。所有的人都同属于人趣的果报，只为总报。就是投胎在于我们的人间道，所有的人都是种报，引发种报的业因称为隐业，前因是你能够投胎在人间道，而不投在畜生道，这就是因为你由于业因的隐业成满其别报之业因啊，就成为满业。善业与恶业呀。善分五戒，十善等，善之所作能感善趣的果，恶业为忤逆、十恶等恶之所作能以起来恶趣之果报为恶业。所以从总报、隐业、满报啊，善业是指污贪、污嗔、污痴等的因缘的业；恶业，是指若不善业，指贪嗔痴等因缘的业；污迹业，非以污贪、污嗔、污痴等，亦非以贪嗔痴等的因缘的业，叫污迹业。所以五业分为下列说明：取受业，去取营、眼等能见色等对照所起的业。作用业为此等能认持等或复诸法自相所作为所有色之爱变坏等为作用业。加行业亦为解为先起身业等。转变业为金匠等造庄严器具等啊为转变业。正德业圣业等正涅盘等业，随受报持数的分为五种。顺现法受业，这是顺于现在作业的受生受报。顺次生受业，就是基于现生作业来生受报，今生作恶来生受报。顺后次受业，基于第三生以后的受报，今生不报，来生不报，再一生才能受报。第四，十分不定，依书定业，这仅知何果呢，而不知何时可以受报，就是因果不是不报，时间未到。十分不定，依书不定业，既不知何果呢，也不知何时受报呢，就是因果循环一定会报，只是时间没到。由于本身所造业做善恶业将有一熟之果报，不是不报，
只是时间没到，终将有报。我们现世报、来世报、后世报，一定会报。愿我身自在，常住三宝中。我们人在流转轮回的时候，人当啊，自当来调理，行住坐卧都需要正常，饮食清淡，少油少盐，多喝开水，营养均衡，精气神足，使人身体健康啊，身心自在无碍，始终身中的三宝调理啊能够得当，自然身心自在能够安住。所谓身中三宝，这就是水火风，外有三宝就是精气神，内有三宝就是灵觉生。当欲结坏时，我身常不变。诵起经文时，身心口业皆清净，寂寂如律令。当欲三劫末世之时，我们希望能够解脱，不再流转轮回。如何能不再解脱流转轮回？先要清净的法身，除去四相，破除我执、法执、空执。三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也要断灭，是二识永亡，分断生死、变顿生死，能清楚明白，找回本来的佛心，是真如实相啊，了了明白，能够明心见性，能如如不动，与对外不起攀缘，圆觉无碍，正成妙觉，妙觉就是成佛的果位。所以当遇觉坏的时候，法身清净，自然不生不灭，圆证菩提。我们虔诚持诵诸多经展母娘圣号，使三业的清净不再纠缠，定成妙觉果位，当下成佛。所以大家诵此经文，是身心口业都要清净自在，要加紧依照此法勤加修持，自然脱离苦海，净坛神咒。台上说法时，经中响余音，百会长久地，群魔护千林。这个咒是说太上老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经中玉鼎响彻了云霄，震动了五浊恶世的苦难的众生，能够竖起耳朵仔细的倾听太上老君演说此不可思议的妙法。开坛说法教导众生呢，那所造的诸罪业呢，你记满三界九地之中啊。所以三界内的众生，积善少，作恶多，沉迷在愚痴之中啊，不清楚明白，说难以开悟啊，流转轮回不已。所以太上老君普开宏恩，演说妙法，来导引普罗天大众，能够清楚明白经中所说的真实意义，能回向正道，破迷开悟。听经闻法之后，当下开悟，破除妄想执着，返璞归宗，除去一切的执着，能明心见性，当下开悟。所以当需破除群魔的阻碍，以免误导的众生。那十方的护法呢，都来护佑是听经闻法的普罗天下大众的众生，也来护持诵经者听经闻法能得以开悟。是诵经者听经闻法能得以开悟。天花散法语，法鼓震迷尘。太上老君在说法讲经之时，天上之妙华散于众生及会上诸有缘的身上，
撞击殊胜庄严，所说的妙法又如法语，及时滋润众生的心田，使其开悟破迷，故可度的话普罗天下大众离苦得乐，众生皆能以此善法呢开悟，破除一切烦恼的迷失，超越生死之苦海，而能够达到净土的彼岸，能得究竟解脱的涅槃境界。诸天更善哉，今同五遥勤，愿请八霞光照义归一心。诸天就是三界九地的各厅，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共九界啊的各天，显现了一片的祥光啊。它不是太上老君讲法，不是指普照欲界，在色界、无色界呢，在三界九地各天都显化一片祥光。那金童玉女呢，来舞动，仙乐飘降，祥光普照，彩云飘渺，众仙神佛一同来辅如此的盛会，听经闻法，霞光的映现呢，普罗天下大众、诸神啊、佛啊、仙等，皆能依照所说的八正道来起修。普罗天下大众皆能归顺太上的唐恩，以明心见性找回佛心，又以虔诚的心皈依母娘，归上太上的唐恩，依教奉行，以经据典，老实真修，当可开悟，不再轮回。早法大法稿，亦是五云深，急急如律令。这个早字啊，通早晚的早啊，就及早修持的意思。在修道未能圆满的时候，我们要破除一切的执着，以及五种妨害修道的障碍。这个五障呢，就是五云呢，所以五云深呢，所以五种障碍像云一样的深呢，障碍你看不见边呢，所以你没办法找回本心。这个修道五障又叫做五盖障，一共五种。一烦恼障，就是根本烦恼的障碍；二是业障，过去现在恶业之障；生障，因前业而生于恶环境之障；四是法障，因前世的因缘无法遇到善之事啊，故有不得闻法的障碍；第五所知障，虽然可以听闻八正道正法，然后因为诸种因缘而无法修行般若波罗蜜的障碍，是为所知障。太上在说法的时候，勉励众生及早完成未圆满的道务，来效法神佛，早日完成一切的使命，使得功过圆满，遣除五种的障碍，来修正成果。同时一定要破除群魔的阻碍，来早日完成的修行，踏乘母娘的法船，回转瑶池净土。净土地神咒，原始安镇普告万灵，欲读贞观土地之神，左摄右己不得忘经，回向正道内外肃清，各安方位备守坦庭。在这个咒语是原始天尊呢，在演法呢是安定天下，使十方呢能够平安，如捉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不得干扰听经闻法修行之人，而宣告天下的诸灵生而无德的，皆能够效劳公堂庙的；出前出略者，死后被该公堂庙之神佛收为兵将使唤，故称为御读贞观，即是阴神之一，与正神兵将有所分别。摄神，一方土地神啊在左，即为谷神在右，啊，所以五谷要谷神呢，啊，众生能有土地神及谷神的庇佑，所以五谷丰登，衣食无缺，不受到惊吓，
都能归回到正道。所以邪魔外道一切鬼怪皆能驱除干净，不来干扰啊！五方的兵将啊，都已经到位，驻守各地，保护一切，镇守在坦庭，都使大家能够平安无碍，不受干扰。太上有命，收普学经，护法神王保护诵经，皈依大道，圆恒立真，寂寂如律令。这个咒语是说，太上老君呢的命令，诸天兵天将，要诸多妖魔鬼怪学经鬼怪精怪，要逮捕受尽，不可干扰听经闻法的普罗当下一切的大众，一切鬼怪的诸王，不法的阴邪诸神，都需听令，护持诵经者，普度众生得以开悟，能够开始开悟，通晓诸多经典的真实意，得力验证，能当下明白经典中经中的真实意，当下开悟，究竟解脱，能皈依大道。自古至今呢，一切的变化，皆是生灭不息、流转轮回、苦难无尽，都是由于业力的关系，由于业力产生的再度受生的原动力，而流转四生六道之中，受苦无穷无尽。一文解义呢，以三般若，使得所有的普罗天大众，皆能够深入这经藏，了知经中真实的意义，能够起观照般若、亲证实相般若，归向正法正道，依教奉行，破万归真呢，归回本来呀。那么真心在想，就当下觉悟啊，四即恒通。万事大吉，一切圆满。敬天地神咒，天地自然，晦气分散，洞中玄虚，恍然太元，八方威神，使我自然。此咒一起，天地开泰，一片祥和，心为天，肾为地，心火清，天地自然下降；肾水净，则地气自然上升。心火为元神，肾水就元精，所以神清精净，水火能调和，水火同济，精气神足，浊气能散，心中清明，蒙尘呢能够洒净，是妄心不起。我们真心现前，了了明白，因缘起灭，非异和相，自性的灵光，因为心清净而能彰显。心即无住，灵光自显，这主宰八方的护法神职啊，威仪自现，护持众生，当得自然无碍，修行阻碍全消。洞中玄虚是指修行的心，所以心不起一念，空无一物，自然身心安定，不会与外界攀缘起心动念，自然明心见性，灵光显。恍然太元的恍然为光明的意思，太元天地未非判之时所显的本性，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是纯净没有被染污染的。所以心无所住，则心空无一物，心假空无一物，灵光自现。所以说洞中玄虚，恍然太元。我们这一段经文第三讲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